台北市议员徐小欣日前在脸书上头是抛出了多张照片，是指控陈时中和朋友吃完饭之后呢，竟然呢是手搂着北市联谊的松德院区副院长李雅玲的肩，还说呢陈时中和他是十指交扣，影射陈时中是伸出咸猪手搂人妻。而徐小欣昨天还公布了完整的影片，但这段影片呢也被台北市议员简淑培是批评，他这样子眼睛根本是业障重，因为明明是在两个人下台阶的时候，李雅玲才伸手去搀扶陈时中。所以认为呢，这样子完全是抹黑的一个说法。而陈时中昨天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也强调了，太太针对这件事情的想法是，这选举真的很黑。而行政院长苏贞昌在稍早受访的时候，也批评国民党是不是派狗仔来抹黑对手。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紫风车的执行长出来声明清楚，当天他们都在场，是很单纯的朋友聚会，希望不要扭曲抹黑。国民党反而自己应该讲清楚，是不是派国仔队跟派对手还扭曲抹黑。好，另外呢，我们可以听到呢，苏贞昌还强调，因为现在呢，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王必胜是公布了审查高端效力的学者专家的背景资讯，而现在呢，苏贞昌他也批评了国民党呢，现在针对这些愿意付出的学者专家来进行追杀和抹黑，这样的行为真的很不应该。以上在立法院的最新状况。